雀巢八次方冰淇淋邀您收看《不说谎恋人》，分享一下格外嗨。啊，谈恋爱可太难了。是啊。啊，伊人姐，哎，伊人姐，你说我这没钱可以再赚，没肌肉我可以再练，个子不高我可以垫增高鞋垫，这年龄小我该怎么办？我总不能现在回去跟我妈吵架，问她凭什么把我晚生了几年。年纪小，你可以多追他几年啊！我才愁呢，我说谎又被方志友发现了，他现在已经完全不理我了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明明知道方志友雷区就在那儿，你还一直拼命的猜，扫雷游戏一定玩的不好。哎，不过我最近看，你跟方志友的表情。一脸犯花痴的样子，胡说八道。开会了，快走快走。啊，身边的人一直空位，只有工作如影随形。月亮湾主体设计已经基本定稿，接下来我的工作重心会转移到陈志公司的甄选上。剩下来的工作，刘工，哎，辛苦你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你才掉出来，我又不是你。不信你自己照照镜子，看看是不是只剩两个洞。对了，我记得刚刚向我提出一个小设计，我觉得很有招，发到群里给大家看一下。别闹了，许玉然，好好开会，小心被人发现你和方总搞地下情。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不是，我和大家说一个事儿。徐仁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很久。哎，先别鼓掌。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吧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，到底啊？地下情什么情况？你知不知道？这又是他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哎哎，什么情况？完了，现在全公司同事都知道了，怎么办啊？你看我干什么？赶紧想办法呀！我现在就去找顾博，让他跟大家说是开玩笑的。你跟他打赌打输了，所以要配合他。他经常跟大家这样开玩笑，估计大家也会相信吧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你自己说谎还不够，还要拉上顾博吗？我是你男朋友，你觉得很丢人是吗？没有，
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别人我们在谈恋爱？不管对方是亲人还是同事，你一直在逃避否认，难道这件事情这么让你难以启齿吗？不是，我如果没有今天这件事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说？我不知道。不对，应该问你，你有想过告诉别人方知有是你男朋友的时候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在公司里先低调一点。你们看到没？啊，看到没？偶像明星公布恋情，应该就是这样的吧。不过，应生他是怎么把方总搞到手的呀？你看贺总这么多年都没……像这种啊，特别会谈恋爱的女孩子，那手段可多了去了，指不定下一步伊人就会来一个怀孕逼婚呢。你可别胡说，伊人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又知道了。你们之间关系不是特别亲近吗？人家谈恋爱也没告诉你一声啊，这段位还不高啊。我是实在没有想到，一人居然是一个扮猪吃老虎的厉害角色。哎你，啊，一人，他说什么呢？贺总，上班时间闲聊都不用干活是吗？工资是不是不用发了？这就去工作。依然，你不要跟洛阳一般见识，他胡说，他那张嘴就没把门的。但是我看好你和王总，加油。我们聊聊吧，开个条件吧。什么？你要怎样才肯离开方志友？我能满足你的要求。我没有要求，我只要和方志友在一起。贺总，我是因为您才进了方圆。您一直待我很好，我都知道，一直放在心里。我也知道，您对方总……我对方志友怎么样，和你无关。你只需要知道，你继续和方志友这样在一起，对他没有任何好处。我不明白，而且我现在明显感觉到，方志友没有以前那么果断了。思前想后，犹豫再三。我记得，您当初招我进公司，就是为了让我在方总和其他人之间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，弥补他的不足。您现在说，他不如以前果断了，那是因为，他为人处事，都会处处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，连客户都说。现在可以和他正常的沟通和交流了，我不明白，这样的变化有什么不好？他不需要这样的变化，你根本一点都不了解他。他要是变得和其他人一样的话，他就不是方志友了。你辞职吧，我会给你准备好推荐信。你会找到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工作，但是再也见不到他了，对吗？许依人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你最好的出路。你要是再这样赖着不走，我依然有办法让你走。对不起，贺总，除非方志友开除我，否则我是不会辞职的。不游完十圈不准上来。
依然，哎呀，我说你们两个也真是的，没事找事，互相折磨。说到底就是沟通不够，你怎么想的你要说出来，不然他一个大直男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哎呀，为什么要让未知的未来牵住现在的脚步呢？简直就是贷款受罪。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坦诚相待，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才一拳啊，下去。女神，你就让我上来吧。不行，谁让你把依然和方志友谈恋爱的秘密泄露出去的，这是你应得的惩罚。我都神经衰弱一天了，一天没吃东西，我真的没劲儿了。你让我游完十圈我会死的。依然姐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保证从明天开始一个月之内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就让我上来吧。让他上来吧，怪可怜的。不行，你敢。哎，方志友其实也没有说错什么。你想啊，他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，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你们俩在谈恋爱呢？这要是换成我的话，我肯定也生气啊。轮得到你？要不是因为你，这事压根就不会有。是是是，我的错我已经道过歉了。我觉得一码归一码，谈恋爱如果一直藏着的话，那肯定不是办法。如果不是你们男人没法给女人足够的安全感，依然怎么会这样呢？也让你们方总找找自己的原因去吧。我们男人还需要安全感呢。你想啊，今天方总可是当着公司所有同事的面宣布他和依人姐的关系，多坦荡，多有担当。我要是女的，我早就非他不嫁了。男的也可以啊，买个机票出个国，现在立刻马上。那可不行，朋友夫不可辅，我可是有原则的。下去。其实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啊。哎，你想啊，全世界都知道方志友脸上刻着几个许依人专用几个大字，这谁还敢以后再打他的主意啊？看我给你省了多少麻烦。你不给我添乱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以后我和方志友的事儿，我求求你别再插手了，我谢谢你。许依人，顾博也是一片好心，方志友惹你生气你也别拿他撒气。刚才你不是说不游完十圈不能上来的吗？我是再说一句就不行了？反正我不管，顾博只能我一个人骂，其他人没门。雨川居然为了我怼了依人姐，天哪，我还有九圈，还有九圈。这是什么霸道总裁的台词？哎呦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喂，诗雨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先坐吧。看你的样子好像喝多了，我去帮你泡杯茶。不用了，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说吧。如果让你在我和许依人之间选一个，你会选谁？为什么让我做这样的选择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只有
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。我甚至为了你不惜和我爸闹翻。这要是换做别人的话，早就明白了。但我知道你一向对感情的事情不太敏感。我原本想着，只要我愿意等，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但是没想到，你现在居然喜欢上了许依人。你喝多了吧？我没喝多，我现在很清醒。只要你告诉我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？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，其他的我都没有多想。你当然没想过，因为你从来就没真的关心过我。你从来就没有站在我的立场上考虑过我的感受。玉文，只有你现在知道了。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如果说曾经有什么地方让你误会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不需要你的道歉。你告诉我，你会选择许依人还是会选择我？许依人是我的女朋友，其他的我想我不用再多说了。我不相信许依人她到底有哪里好，为什么就不能是我？我承认我对感情不擅长，但是许依人好不好不是别人说了算的，是要我说了算才行。他就是一个连台面都上不了的助理而已，方之友。玉文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好朋友，可靠的合作伙伴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在我面前这么诋毁许依人，不然我怕我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所以你为了他可以失去我，是这样吗？我很感激你，公司也需要你，但是如果你在公司真的待得不开心的话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至于股份，你想兑现还是持有，都看你。原来我在你心里只是这样而已。一切搞定啦，我已经把我哥支走了，你可以放心去拿东西啦。
你之前说的那些还算数吗？你去哪儿？你不是出去了吗？燕姐姐待会儿要回来拿东西，我跟她说了你不在，你可千万要把她哄好啦，不然到时候孤家寡人的，别怪我没帮你。Mr. Fang，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得，我又被方世宇骗了。明明哥哥最讨厌说谎，结果妹妹撒起谎来比谁都厉害。你就这么不想见我吗？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需要冷静，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。我这几天会去下地家住，然后就找房子搬家。你要搬去哪？我还没有想好，再说吧。又让李周帮你找房子吗？还是直接搬到他小区，好找机会报答他。我现在不想和你吵架。别走，我不让你。
是在找这本吗？那天是我一时冲动，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但既然都已经说开了，我也好受多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，我也会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谊。当然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现在想想，逼着你在我和许玉人之间做个选择，好像还挺幼稚的。我承认我是嫉妒许玉人，因为他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情，他改变了你。你不用和他比。我知道他有他的长处，但是我也不差呀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把我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。我在方圆待了这么久，对方圆有这么深的感情，我不可能说走就走的。志友，你要努力，我还等着完成我们的梦想，把方圆打造成国内最棒的设计公司。你能这么想，真是太好了。说实话，我跟方圆都离不开你，毕竟你不仅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更是最好的合作伙伴。是啊，要不然怎么会比你先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呢？是在考虑月亮湾工程找哪家公司来做？没错，月亮湾项目难度比较大，一般水平的公司很难达到我们的要求，所以要慎重选择合作方。我同意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搞一次小范围的招标，专门针对月亮湾工程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说呀，我们还是做合作伙伴比较合适。我觉得公开招标可行，可以最大限度内优先选择合作方，集通宏图这两家公司是目前最为合适的，记得给他们投标邀请。嗯，我知道，招标书我会去做的。我想让许一人来负责牵头，你没问题吧？当然可以，这是他的工作，你不用跟我说的。那我们现在去商量一下流程。今天不行，我约了一人。我都忘了，你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不像我们单身贵族，说加班就加班。难得周末嘛，你也好好休息，周一再战。好，拜拜。走了。难道不是他？喂，小弟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公司呢，怎么了？哦，我上次签完那个画稿你看到了吗？啊，在电视柜下面呢。啊，电视柜下面是吗？行，那我再找找吧。啊，你忙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奇了怪了，难道是我最近出现幻觉了？可能是我赶稿赶疯了，赶紧回去睡觉，我可不想猝死。真美啊，好舒服啊。你笑什么？
到底是哪儿啊？温泉酒店啊。温泉酒店？嗯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准备什么？准备在这过夜呀。你看你想什么呢？策划案你也看过了，月亮湾度假村主打的就是温泉，我早就想带你来体验一下了，看看有什么想要借鉴的和需要注意的设计细节。哦，出差啊。这里的温泉设计的跟自然景观融入得很好，一点都不突兀，很有特色。是很美。哎，我们的月亮湾度假村也可以设计成这样园林式的温泉啊，用小桥流水，亭台楼阁做隔断，一步一景，一园一特色。好了，今天不聊工作了，放轻松，好好享受。嗯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起小时候舅舅家旁边也有一个温泉城，他们每次只带表姐去，因为我知道多带一个小孩就要多费一份心，还要多花一份钱，所以每次我都撒谎说我不想去。其实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都泡在温泉里。好，你今天想泡多久我都陪你，走吧。嗯。我刚才说了我小时候的愿望，你也说说你小时候的愿望吧。我小时候的愿望已经忘记了。啊？但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愿望，我想带你去全世界所有好玩的地方都玩一玩。等到太阳下山了，我就叫你一起吃饭，吃完了我。我慢慢的变得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。我是按照网上教的呀，图上面不一样。哎呀，什么破音响，才买几天就这样了，不让他陪我五个我就不信下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欢迎我啊？欢迎，进吧。画稿找到了吗？画稿？对啊，我明明放在电视柜里了。你别着急啊，肯定能找着。哎，你看，我都给你收好了，按顺序放的。是，我刚打开的时候怎么没看到？可能你没仔细找吧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我的音响，我打算在丢掉它之前再试图挽救一下。我会修，我给你修。你行吗？男人嘛，怎么能说不行？我跟你说啊，本电器小能手，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哎，等着吧。嗯。